好的，接下来，来，接下来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目光转到我们的欢欢，来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欢迎我们张家最可爱、最帅气的儿子，还有我们最秀气、美丽大妈的媳妇，欢迎进场，谢谢，尖叫声，救命！尖叫声！监狱这边可以停留一路吗？我第一次主持这么轻松，因为我跟你的明星妈妈同台。是否再次用一个掌声送给我们的妈妈？妈妈刚才前半场都帮你撑场完了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拥抱好不好？妈妈将最大的幸福、最大的喜悦送给你们。那也请妈妈跟着导力跟着陈秀一同往舞台上移动。最后，在我们的婚礼缓缓的结尾，主持人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妈妈呢有准备礼物。等一下我们的环节，我们的菜持续的为大家献上。那妈妈说，等一下呢，因为今天有很多会唱歌的老师，还有妈妈。